我咋说呢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教姐姐写字，好好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好啊，谢谢送的礼物。啊，叔叔阿姨们晚上好，唱首歌，我不会唱歌。好，教姐姐去拼音，好的，好的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好的，好的。教姐姐玩电脑打字。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向姐姐学习。上高中了。我不会唱歌。是亲妹妹，姐姐聪明，对，姐姐聪明。现在上高中，高二，高二。教姐姐算数，好的，好的。没在学校唱歌，我不会唱歌，我五音不全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声说话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向姐姐学习。对，明年高考，读书人，牙齿和阿紫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不会跳舞。教姐姐写字，好的好的。教高二高三。好的好的，我不会跳舞。明年高考，对，明年高考。我不高，我长得矮。对，我一个月回家一次。对，我是最小的，姐姐是我榜样，对。十八岁，十八岁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，我是他亲妹妹。好的，好的。
姐姐去洗澡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大胆问老师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跟我妹妹一起直播，还是我先去洗澡？我先去洗澡的话，你们不要走呀！你们怎么都走了呀？因为我妹妹比较腼腆，因为她没有面对过那么多人，她就是没有直过播，没有这样子录制过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们要多问她一些话题，多跟她问一些话题，她就回答你们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她也不会说假话啊，她都是实话实说的啊。你们想问我的年龄，或者想问我什么，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老公，这些都可以问她啊，都可以的啊。是大姐的。你去洗吧，我们等你是吧？他不说话，因为他尴尬，他不知道说什么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去洗澡。好的，好的，对，你们要多跟他说说，然后家人们给你送礼物，你们就你要念出来，知道吗？看谁，你看这前面是名字，你要看哪位阿姨给你刷礼物，知道吧？我不在的时候给你刷的都给你啊，然后我去洗个澡。那你这个挂着我啊，嗯，这个吗？嗯。你的鸡蛋开过吗？金块。你这个。金。好的，好的。叔叔阿姨晚上好。我选的是文科，真实生。姐姐25岁了。喂，我出去。18岁。姐姐没有男朋友。读高二。姐姐去洗澡了。姐姐没有男朋友。好的，好的。大你11岁，好的好的，对，我是他妹妹。好的好的。对，我是阿紫妹妹，跟姐姐学跳舞，我不会跳舞啊。我叫佳佳，佳，两个都是加油的佳。吃晚饭了，吃了。学习成绩一般，一般。对，姓马。加油的加，加油的加，第一个。好的，好的，加油。好的，加油，谢谢。
谢谢鼓励。好的，加油，好的。谢谢夸奖，我长得不漂亮。谢谢点赞。谢谢夸奖。姐姐去洗澡了。好的好的，不害怕不害怕。马上好了啊，家人们，我马上好了。姐姐25岁了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好的好的，考一个好大学。7个7个。好的，加油加油。卖的芒果我不知道啊，我不了解这些。好的，教了姐姐写字。好的，我会请教老师的，教姐姐电脑。好的好的。对，姐姐很聪明的。好的，加油。对，我是家里最小的。好的，好好学习。谢谢送的礼物。谢谢送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谢鹏鹏送的礼物，谢谢阿忠送的礼物。谢谢每天开心甜送的礼物，谢谢大山送的礼物。谢谢每天开心和月林送的小星星，谢谢妍妍和浅浅送的小星星，谢谢送的小星星，说不过来了。谢谢谢谢谢谢悠悠岁月和谢谢奶奶送的礼物，
谢谢芬芳，还去送礼物。啊？啊？啊？我。你别自己说。我的文科是史政生，我选了生物。姐姐人非常好的，对对对。